看这个舌头，大家不要吐啊。这位男士，我告诉大家，这种舌象好办，为什么呢？但凡这种浮起来了，你看着浮起来，一刮都能刮掉的那种感觉，这个什么呢？这种是暂时出现的，就因为某些东西吃多，本来正气不足，那这两天吃什么东西吃多了，暂时出现的，这个人不会天天如此了，所以赶快一去掉，一天就去掉了，一副药可能就会去掉。这种没根的这种好去，没根的这种湿气啊，稍微去就去掉。那么大家看这个舌头，我们分析这舌头，这个舌头第一胖大，对吧？又胖又大，说明什么？水肿了。齿痕有吧？齿痕明显，然后上面胎很腻吧？很腻，然后胎呢又不均匀，说明什么？它是飘着的，虚浮，我们叫虚浮，也叫浮泛，就是它是飘没有根的，这胎是没有根的，胎在上面，这种刮都能刮掉，那这种是暂时来的，很容易去掉。那么这个人的舌头有没有热？有热，大家都会看了，有热，他的这红点儿，我们叫红点儿，或叫芒刺什么的，我们说红点儿吧，非常明显，对吧？所以连整个舌头上都有，这个人会有热。从他的面色看，大家看，从面色看，也是一个这个发红的，对吧？这种人往往是这个喝酒喝多，我觉得这个人往往喝的是白酒，因为体内有热，喝的白酒，不是喝冰啤酒喝的，白酒是热的。喝白酒，然后吃肉啊，什么吃的比较多啊，什么各种营养物质吃太多了，出现了这个情形，这种很好去，一去就能给去掉，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